9月4日の日。旧世は。他基本上来不及，可能要定讲，就可能最好十天这个样子，这样就能够缓过去，对吧？但是就是这个滑过去，它是要最好就是它到期之前一定能够把 briefing in 的 visa 拿到手，那个 acknowledgement 拿到手。如果说他拿不到的话，他会有问题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那么我就定讲好了。那我就听到，我一边办，但办退。